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OK， 像我们有一期是侠客风云前传，又没录第二期。那我们这一个隐藏关卡，深山林杀手现踪迹。正如孟婆所料，风母一去不复返，行踪成名，意图对丰都不利之心已昭然露馅。不单是削弱丰都的实力，更企图挑拨丰都与天龙教之间的冲突。然而在追赶在展开追踪之前，铁扎奋斗却传来帮众失踪的消息。孟婆心下怀疑此事与丰母有关，决定带着黑板无常前往失踪地点进行调查。大姐啊，咱们在这儿找什么？大姐，丛林里没个东西啊。你们两个不是说会乖乖听我的话？大姐，你一言不发。大姐，你一声不响，咱们一无所知啊。我没说话就表示你们也没必要说话。咱们憋着难受。咱们闷着发慌。哎，我从阿庞那接到消息，最近铁叉仆似乎有帮众失踪，那些失踪帮众最后的活动地点都在这一带，是他们外出狩猎抓赌的时候消失的。哎呦，无影无踪，莫不是白日见鬼，林中既有鬼，便该咱们无常也出场了。晋升，哦，倒是挺听话的嘛。这里，银丝，这是云南纳什的僵尸，哦，云南纳什的僵尸。鬼来的鬼来的，老弟快准备行签。先抓谁，大哥快拿手镰。你们两个别大意，这僵尸可不好对付。练士一定要挑适应之地，破败之局用阴气最重的香杉木安置尸身，尽量远离地面，以乌鸦血代替鸡血，配合心口八卦吸大阴之气。感觉就是要抓一下啊，这个不抓对不起自己吗？啊，哼，我按错，此角色无法捕捉。我靠，小手。这个字怎么念啊？月烛，刚看黑白黑无常行剑一挥，白无常锁链一斩，面前一具银尸登时手足分家，瘫倒在地。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兄弟俩正洋洋得意，却没注意背后那具瘫倒在地银尸再度缓缓飘起，两只直挺挺的手爪朝两兄弟就是一次。黑白无常，说是时那时快，数把钢钗飞到，力道之大，瞬间将银丝两只手臂给定在地上。大姐的及时雨，大姐的救命簪。说了别大意，有人在操控这些尸体，莫把他们当活人看。这是 bug 吗？看不到他们出招动画。哦，挺痛的。喂，错觉吗？这些尸体的行动变快了。单体技范围技，黑白无常后头。两兄弟刚解决一具银尸，却听得背后风声迅疾，又是两具银尸扑了上来。哼哼哼，这般性急，赶着投胎。没解决一具尸体，剩下的尸体行动就变得更加迅捷。黑白无常，
速战速决，突破对方封锁后则马上脱离。莫要恋战，过五关斩六将。找到缺口了，黑白无常，怎么撤？想去哪？那尼姑说的碍事家伙就是你吧？确实有两下子，毁了我的银饰，那便只能让你们三人来补了。做成诗人，呸！百足千草，咱们敬谢不明，尔等另请高明。尼姑，果然是木莲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孟婆不是丰都的包打听吗？你说说看。那两个黑白小丑交给你，这女的交给我，对我有些用处。黑白无常，杀了他们。咱们大姐威风八面，咱家大姐杀气腾腾。喝孟婆灌汤，死吧死，无常索命。好，我们先让孟婆休息一息。霸体，这局有点难打哦。我不喜欢杀人，杀人多没有意思，但我喜欢看人痛苦挣扎的表情，天晓得那有多快乐。哇，女人乖乖别动，待我先冻住你全身七脉，再好好温存温存。哎呦，大姐危在旦夕，大姐急需援手。黑白无常正给其他银师缠住，眼见数据银师和危险效自身没办法一拥而上，孟婆避无可避，就要中掌。可啊，哼，头杀出鞭。只见阿庞率领族人入抢入正中，要插刺出，逼退危险效。另一头铁砂布勇士鞭插齐发，牵住了大半丝肉。阿庞，牛头大佬雄壮，牛头大佬威武。孟婆，阿庞来迟了。不，他们设了埋伏，突袭，是我大意了。这是族长失踪的兄弟，给这些妖人做成怪物。苗疆遍布毒蛊，此处做的尸肉品质乃上等，我可是信仰难烧，又岂能报？暴殄天物！妖人竟敢如此糟蹋我铁叉族人的尸臣，阿庞饶不了你们。这些愚蠢的喵人来了便走不了，一块临死吧。阿庞当心了，那欧阳笑死的韩服神掌韩赌天下无双，千万别莫与他对上掌。呸，好个韩服神掌，你肚里那韩服胆可是上好的药材，阿庞便来将你捅了贵船，杀人取胆。寒毒喷人，喷这里。才带两个人而已。然后他先。先走这啊，不能用物品是不是？炼器、定身内仓，都 OK OK， 还好我补血的。先把那些银丝干掉。我铁叉不能用时，岂会屈服于你？哦，
这招大家觉得很熟悉吗？这招不就是那个大师兄五月轩的生死符，学会生死符跟火焰刀之后，师父无瑕子交给他，也不是无瑕子交给他，是跟无瑕子战斗之后会得到一招，叫什么？原本招式叫什么名字啊？突然忘记了。不过这招给阿芒学，哦，这个实在是非常好用，跟他的状态。桑迪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你怪不对劲咯，我个大爷！要杀死你哋之后，亦都会将你哋通通练起身，令你哋永垂不朽。他的状态给人家的私语状态一样，是一样，燃烧跟冻伤，所以这招必学。宁波微步。嘿嘿，想碰到我，你还给加把劲？我才刚想到，这超市的伎俩，江湖上会的人只有一个。你是天一城的杀手师？嘿，不会是包打听的孟婆？见过我的人全都成我的收藏，你竟然听说过我的名头？来吧，安心的死去，让我将你做成永垂不朽的尸哦。成为我新的收藏品。哇！人人总有一死啊，只有僵尸。方能永存呢、啊？祖灵庇护。我觉得阿庞也蛮强的啊。让人冷冷一笑，双掌拍出，寒气逼人。孟婆侧头一喘，却觉脸颊一阵刺痛。不知何时竟罩上了一层薄霜，这阴寒斩力抽不了。孟婆推开束缚，本是以暗器牵制那人，却突然突觉背后一凉，心知不妙，脚步一错，竟在后腰中途改变的方向，惊险避开那人从背后发出的一掌。哦，人凭他这掌动作倒挺快的，这身法还有那方才的寒符神掌，这是天一城杀手寒的绝技。你是寒齿蝙蝠欧阳啸，天一城？不，我欧阳啸可是天龙教新进的护法。如今那这些伪装也骗不过你吧？不错，猜得不错，大爷，我真是天一城的欧阳啸。哎呀呀，可真厉害！都说死人不会说话，可大爷我的名号却不怎么还是流得出去。你们挑破我丰都和天龙教，是想渔翁得利？一网打尽吗？哎，怎么说呢？尊主大人想下一盘棋，而你们丰都和天龙教，这是他们手中重要的棋子。尊主是传说中的天一城主。喊，莫要多嘴。嘿，这女人马上就是我的东西，告诉她也无妨。有本事就试试。哦，所以说在接前传的时候，阎罗跟天龙教跟丰都天龙教跟丰都对打嘛，然后孟婆中的寒符神掌，所以应该就是在孟婆，可是这个剧情因为这边剧情有点接不上，因为这个时候阎丹生在这样有接得上啦，因为这个时候阎丹生在闭关嘛，然后后来被辟邪老人控制，然后孟婆去调查被中了寒符神掌，诶，是这样吗？好像也不太对啊，算了啊，我们直接把他打过去就知道了。然后这边如果死掉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点下来试试看。好，我们走过去。
哎，巴迪啊！总有一死啊！只有僵尸方能永存啊！如果能将金丝炼成咗吧，咁杀戮吞云都不在话下啦。哼，老头早死。阿房要猜一次不中，左掌运上鼓舞掌力，不顾对方横渡可畏，一掌拍出。那头微笑，面覆冰霜，冷笑一声，横幅掌力迎向阿华手掌。想也休想！说时迟，那时快，一只钢钩自空中飞来，竟不偏不倚将欧阳笑拍出的手掌刺了个对穿。欧阳笑剧痛之下，掌意顿失，顿时给阿庞这一掌挤得口吐鲜血。你这贱人！兄弟啊，请原谅我们，两位大人都困住了，千刀万剐。铁叉布摘边奇思，将狮偶一一牵住行动。黑白无常一挥一掌，顿时将狮偶大卸八块。我的尸肉竟然全给我们走哪里走阿庞 OK 蝎尾鞭哥老子这寒毒果然厉害不过是碰到他身体也这般冷阿庞你怎么样我来助你驱了寒毒没事没事都亏了你阿庞每次就接受他掌力这种轻微症状阿庞还有办法解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又是大姐的及时雨再见大姐的救命灾这下可确认一直这么背后搞鬼的就是天意城天意城这是你们中原人的组织吗阿庞从没听说过这个组织专门从事接单暗杀的工作行事隐秘旗下网罗大量武林高手不乏邪魔歪道三教九流可却从来没人知道他们根据地在何处没有根据地那要怎么跟他们干可不是只有艾拉的份吗只见空中飞来一只乌鸦孟婆伸出手那停到壁上解下他脚上系的一卷信纸迅速扫了一眼黑白无常替我通知东海的罗萨峰舵和罗萨芬多将后金国派的援兵全数捉拿下狱严加审查帮众慎防内贼叛徒锒铛入狱内贼无损遁形孟婆你要往哪去东北后金国后金国没错要找到天一城的所在地只能去问木莲而他现在正赶去后金国见这位掌门结盟的赛王爷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如果这一关如果死去的话战败会有什么额外结那个剧情好了好那我们来跟这个欧阳笑再次对打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被打输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然后因为我的孟婆有一个招技能是隐匿休息的话也隐匿所以我们必须让孟婆出手攻击敌人然后其他人都不攻击就让他们打死我们吧死去是不是打不死啊？我铁叉不能用时，岂会屈服于你？
好，快死了，快死了。快了，快了，快了！我好像死不了哎、欸，应该可以啊，应该可以，这么多人围攻。哇！死去。哦，原来没有任何剧情。好，这是一般的失败剧情。好啦，那喜欢我们的话，欢迎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欢迎到右下方的订阅按钮把铃铛给打开，欢迎到。我的粉丝按的赞，以及最新消息，谢谢大家，谢谢收看喽，谢谢，拜拜。